惊魂夜，统帅饭店旅客爬梯逃生。当时中风的魏老先生坐轮椅，离窗口还有一段路。查某跑散了，就讲，坐几公斤，我给讲58，伊讲没问题，他就把衫脱掉，垫掉。生死一瞬间，伸出援手的人就是他，潘冠之。我觉得说，这个时间点就是赶快做好，不可以再有停顿、迟钝、犹豫。救人如救火，就算对方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。潘冠之是保险业务员，也是登山好手，常背重装备。当天去花莲洽工，一念善心救了魏老先生。买进，这一点一点小事不用挂心啦、大家平安就是幸福哈。魏老先生的儿子特别致电感谢，这一杯背过了生死关头。啊，你都较紧紧，搁再恢复起来，哈。啊，倘好吼，想要移进，就会当去移进，发心愿啦，来发大心哈。魏老先生是慈济之工，接受正言上人的祝福，打算等身体恢复些，要向救命恩人当面道谢。大爱新闻综合报道。